再一个就是电刑这个东西是一个双刃剑，你对你的个人对线强度真的很需要，就你对线你一定要比他强你才可以。那主播现在在冲分阶段，我在冲韩服第一，兄弟，我进来我就要比他强，我比他弱我就输。电刑是双刃剑，打得过你就赢，打不过你就超鬼啊！打不过你一整把都没用。咱们现在在冲分的阶段，我就得体现出打压倒性的对线强度。就我也打一套 ，A 一下一个点燃 ，W 走位接二段 ，A 一下 ，A 一下 AQ A 一下。闪现躲一下，他进了一个平 A 收下人头，这就是我所说的压倒性对线强度，了解了吗？哪个队的中单来着？啊，直接单杀直引，谁给你花里胡哨？不要阻止我上第一啊！这波一个 A 闪躲他的一个 Q 啊，很关键。奶色啊！我优势就算了，你们也是啊，爽，古德，收分收分！哇，今天晚上上王者，不会吧？这样吧，兄弟们，小目标五连胜，五连胜收尾，五连胜见好就收 ，OK 吧，兄弟们？因为他五六连胜的时候，七八连胜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连跪了，就排那种恶心队友。就比如我刚才对线单杀这个永恩的吧，我对下路这三个人不是赢他是输，然后就输到底。现在运气还可以，但我觉得五连胜应该是极限了，每次都是五连胜左右，差不多就翻身。把他炸死！操！走位这么好干嘛？赵信，算你狠！我一个 Q 不中啊，四哥！三波线呢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喜欢排眼，这个眼是你能排的吗，死哥？想好了吗？想好了吗？啊，爽！这把赢了370啊，不是，好像380。我去啊！
385连胜的话，就再赢一把，再赢一。我现在赢了就4连胜，4连胜再赢一把5连胜，5连胜正好400分收尾，400分见好就收，可以。明天，然后明天上王者。这里的话，你要不去送塔，保不了。下路送了全队的人头啊！喂，大刀无效，赵信的大刀正好补掉了。哎，韩冰，你确定来帮我的？稍微拉个刀一下，还一下。懂不懂什么叫想法呀，永威？把我控在塔下是吗？来，杀我人头，机器。你以为我要跑吗，机器？我故意给你的，哥，你吃，能吃你就吃。0-5值钱了，我还怕我这个大人头给死个拿了。机器懵了，兄弟们。他怎么还杀不了我，还需要我去送扛一下塔才能死，服了。 Rampage. 现在可以肆无忌惮的跟这个永恩操作了，我不是大人头，咱要是什么700-800块打去跟他 solo， 要是被他秀了，他还拿大人头。现在咱同是300，都是300。谁也不惯着谁，干，干就完了。我一会儿浪输了就下了，兄弟，浪输了也不是因为这一波，这波给辅助没有亏，只有赚。机器还在好像。干嘛呢？别啊，死哥唱个歌你不就死了？早死！散剑王，主要我回家钱有点尴尬。这下真是散剑王了，兄弟们！一剑散剑出一件装备，幽梦红刀。公园湖哦，哎，这个好像可以公园湖，那第二件出公园湖吧，这把优势也大。Hello，
你除非迫不得已，你回家你才会去憋这个装备。正常我们回家更新装备，把装备有效了，下一波有用，你就可以快速杀人，你也就可以快速更新这个装备了。你还大我，你还大我是吧？本来不想打你。哎，这手治疗，行吧。不是他这手盲R，这正好R到我，这怎么算啊？这双谁的？哇，太膨胀了吧！第一件攻了猿火。好狂，叫我狂小刀，现在叫我什么啊，兄弟，把我的名字打在无名上。不打，我杀 AD 去了，别乱指挥。刀尬的，必然是刀尬的呀，还幽默小刀啊！这把就对线勇儿二级给对面职业中单给杀了，兄弟，二级对线单杀。一我给你们看一下回放，我只能说要多摔有多摔，去 A 追猪追过去，不慌的。哎，我的决定就是对的，兄弟们。咱第一件出宫里猿人湖是因为优势实在太大了，但可以让我们快速击伤。刚放的 R 又有了。宫里猿人湖始终这个装备就是一个滚雪球的装备，你有优势你才能出，你劣势你到第六件都出不了。你有优势你也可以像我一样，对吧？第一件直接出，那正常来说是第二件、第三件。我刚回家主要是钱正好。钱卡住了，比较极端，还开个疾跑，开个大刀，你要追谁呀？兄弟，寒冰，他装只能我杀。电魔发现有一个软柿子你，但他背后有人。拿下这一把我们的男刀，真潇洒，太疯狂了，太疯狂了，374。